2009年的时候，我接触了汽车漂移。每一场我们表演完下车以后，听到观众的掌声，我们心里面最安慰、最自豪。他的掌声越热烈，我们感觉到我们做得很好啊，也能让他感觉到漂移的魅力，让他们了解哦，原来车还可以这么开。现在我已经把这个汽车漂移这个行业当成我自己的职业来做。如果我的年龄达到了，做不了目前了，我可能会转到幕后，但是这个行业我一定会坚持走下去。